爱令我放任我梦真随风自由，谁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会失落会快乐，好坏自然分工，全是排档。嗨，我是纪文凯。我是钟宇堂。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是因为小小手放这个。对对对，是因为听说有一对情侣，然后这个女朋友呢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后菜鸟的灿烂时代，所以要先谢谢你。然后呢，也听说呢，这个女生非常非常想要获得一个真实的美美。对，因为美美美容照在我们的剧里面功能非常强大。对，可是其实它是虚构的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剧随着剧播出，那个我们的赞助厂商也觉得，好像可以来研发一款真正可以修复皮肤、增加皮肤强度的美容照。对对对，所以请大家不要再逼近你的男友，对，在各大卖场找美美，因为并没有美美，我们有出一个香皂，但是不是美美，所以大家不要再为难自己的另外一半。是。然后呢，今天就是因为你们非常的支持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搜寻这对情侣，对，然后请你跟我们的监制处，对，三立的监制联络，那联络电话会在这边。好。对，然后。希望你们得到美美之后呢，能够顺利的在爱情里面就是走下去。然后，但是呢，也要提醒大家要相互体谅哦。对，不可以再吵了哈，送出美美就很紧绷了。毕竟是戏嘛，那但是当然了，如果戏里面的产品受到大家喜欢，也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就送你美美，但是你们要。在爱情里面要学会互相体谅，相亲相爱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幸福美满，谢谢你们喜欢后菜鸟。我想说你要播什么？一个胡须哥。他呼吸那个头发是这张多少？8万多而已，还好。没有那么贵啦。7万6。你这样不尊重他们也要罚。但没有那么容易起来。这个是重的。没有呢，要下午。还有。好，拿着你的早餐回去。如果可以更贴近生活的话，或许会更好。不如我们就。对，我不能过，要么就过，要么就过多一点，就不过，这样子嘞。好，大家都快过来哈。好，那把汤烫茶。来讲话，一起讲。塔滑汤洒汤烫塔。耳朵这么好。哎，我要讲，你不讲，你不讲，你不讲。你讲。你不讲。耳朵太好了。好，来。要干嘛？没有啊。他说可以网上生活，只是在找那几个那种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都玩过了。不然说太激动。这样嘞。过吗？太激动了。吃饱了。哦。我知道有点重要。不要吧！
要布，都要防，好自己。带领我，放任我，梦境随风自由。Sa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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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， 会失落，会快乐，好坏自然分工。全是排档。有必要啊，很讨厌他，好生气哦，不能拍了，你那怎么是抱上面，明明就是往下面抓，完了，等下我扫，你先回家，拍一下，没有，握法不同，解读不一样，你说的是这样子的还好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是这样的还带一点算。边摸带动，啊，就是我要求你太高，太多种。很委婉的，吃吧吃吧，后面还有，还有很多，你要让他吃饭也可以，你要跟他吃饭。啊，我说洛迪有一天走过去，因为他知道他喜欢腼腆的男生，然后又跟别人说，哎，那个桌子，莲姐姐是腼腆的男生，然后他就说桌子，但是我喜欢看桌子，木箱也走。他可能在那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跟李恩讲过话，还是有，就是改不掉，放弃。然后，哦好，谢谢，不得了，张若琪，不得了，没想到长得像草泥马就算，还这么爱发，再见。好，我要串路，有妹就好。请问凯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？哎，快点，你不讲，快点，我走。对的。好，你要我走吗？你才。好，来，先下去，先下去。新的一对了，记朱亮宇和孟和科长之后，你好吃得开哦，科长。当然，可以，因为你是我谁？孟和科长。哇，好老梗。那个叫我们帅，好帅。但是如果男生的强一点。
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十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每周六晚间十点，后菜鸟的茶水间。